老师，伊讲伊是新手吼，啊，伊即摆拍什么正台中二号四分地基肥甲堆肥的量要安怎算？这个以基肥来讲吼，就是讲你那是啊，咱所谓基肥有两种吼，一种是这个有机质的这个成分吼，一种呢是啊，咱有的人就是讲用这个化学肥料吼，啊来这个拍肥地吼，这个、大概呢。啊，分这两部分啦，吼，啊，即有机肥佫有分讲即、这个啊比较较无较无肥的吼，比如讲伊是一个有机质的，即、这个成分较重的吼，比如简单来讲吼，比如讲啊，即块地那是家己下啦吼，那么你长期的即投资啊，即种就无咧算成本吼，就讲即有机质的即物件吼，你会当去家投资啊，即是愈凹吼，即块地愈做得如何做。这通常是安尼，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咱伫即个有机肥的即个部分，多数就是讲，啊，真侪人讲啊，我一分地大概就是即个有诶系30包、20包吼，但是啊，基本上就是一分地吼，大概就是在300公斤吼，300公斤，200公斤甲300公斤内底就已经算有一个水准，啊，你看伊你诶一个即、这个。啊，依你这个许吼、哦，算看安怎吼，啊，你他去做安排。啊，你也讲无啊，我这无买下，这个我无买这个有机肥啦吼、哦。那么纯粹是这个拍肥底吼，大概是纯粹是这个啊，就是讲我就是用化学肥料吼、哦，用化学肥料来改做一个这个肥底来用。那是安尼，你就会当伫这个各类菜来讲吼，各类菜因为伊啊，伊嘛是伊这个伫。成长上，咱就是改归做一种叫做无限生长型吼、哦。啊，所谓无限生长型，就是讲伊对着这个肥分的这需求呢，啊，有一个就是讲对着伊愈来愈大长，需求量就较侪吼，会慢慢增加吼、哦，大概是安尼。所以啊，这块地那是空地吼，上、哦、好是当拍肥地。拍肥地这目的就是讲，第一吼，那、哦、是土较酸吼，咱、哦、改做一个这个。啊，土壤的改良是一挂这种口头石灰哦，这种这个物件吼，来改这试看卖者呢吼，那总共有这个必要。那么如果那是讲啊，土壤呢，这里无 pH 值吼，无什么问题吼，有诶讲我这啊土是酸的吼，无一定啦吼，这真济那是地位较山顶吼，这种土可能生土的机会较大。你那是讲啊，真济这所在其实伫台湾无一定生土吼，所以。有机会一定要去稍微去测一下吼，去测一下呢吼。那么这个情形之下，就是讲四分地，你大概会当拍这个肥地吼。比如讲上简单的吼，以这个各类菜来讲吼，上简单就是一盒啊直行吼，头四回拢用一盒啊吼。啊，这个用台肥一号吼，你不一定爱用特一号啦吼。那尤其拍肥地上好是当用一号吼，因为一号呢。伊迄个氮肥较无容易流失，吼、哦，无一定爱用特一号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即马一分地大概就是40公斤，吼、哦，即一就是啊、你即马拍平了，吼、哦，会当落落下，然后开沟去甲盖起来，啊，甲盖到迄内底一分地40公斤，所以你四分地大概就是即个40公斤乘40公斤，吼、哦，大概是安尼一个数量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咱种类呢，大概那是一盒啊来讲，差不多是100公斤较中一束啦吼。比如讲你啊种类了到一水呢，差不多一分地差不多100公斤的这个肥料啊，这一分地差不多100公斤。啊，100公斤你会当甲分3遍、4遍、5遍，啊一遍你甲分吼。比如讲啊头啊，无一定爱用一盒啊，你咪当用一束啦，像啊这个热素。哦，天气若较好，用一束啊，这就说啊，那如果较凉，天气较凉小块哈，啊，到迄阵上好的，甲补一束啊，这个啊，就当用特一啊这种物件来用，还是一束二啊，吼，特一四号、一四二，吼，这嘛拢会使哦。啊，大概你就是讲100公斤，你改分3遍、4遍，看你都差不多是这个量啦，吼，这你甲扎起来差不多是安尼。那么一遍头一遍咧落较少咧，吼，比如讲你头一遍一分地可能20公斤。哦，啊，20公斤，即马来就变即、這个啊，30公斤，哦，30公斤一分地，安尼过来就会当落到
比如讲过一遍，你可能就落四十、五十安尼吼，慢慢慢慢个加去，因为愈大诶时阵，伊咧食迄个肥诶量就愈济吼，啊，所以通常就是即个时间你大概甲分一下安尼吼，啊，有诶人会落较济，搁加落一遍，啊，大概一遍咧，每一遍咧落肥上好是卖超过啊，卖超过四十公斤吼，即、這个量吼，你家己做一个即个计算。那么正常来讲，差不多就是安尼吼，即、這個、啊，你会当安尼来用吼，所以。通常就是讲第一遍吼、哦，第一遍因为咱有拍肥底，所以种落了差不多十五天吼。即马即种天气可能无一定十五天吼、哦，你看卖啊，就是十天到十五天内底一遍肥，过来刷落去吼、哦，就是讲差不多就是过两礼拜吼、哦。啊，天气若较好，差不多十二天吼，去、哦、播两遍、两遍至三遍安尼吼。那么会当用安尼来落呢？啊，这应该是比较较好吼、哦，这通常是这个道理啦吼，伫、哦、这个啊，这个量吼、哦，你大概较算，所以拍肥底差不多是四十公斤，一遍肥差不多就是爱头至尾差不多一百公斤，有个人会落到百二啦吼，就讲、是、大概三包肥安尼，吼、哦，你甲扎看麦啊，一看安尼起来就差不多，你若三包。挂一包四包吼，所以差不多四四十六四分地，好了十六包来用啊，都有啊。但是这种真侪人会看袂讲你安尼够够吼，啊实际上安尼够够，实际上安尼一定有够吼、哦。而且呢啊，这个各类菜呢，其实也可以长得还不错，只是讲咱即马真侪拢啊用的量拢会较济吼，拢、哦、会了较超量少寡。啊，为什么会较超量少寡？这个原因是因为呢啊。真侪人感觉讲，迄个落肥的观念，啊，落来要食得有吼，大概有这种想法，吼，啊，这大家做参考啦吼。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呢，也不见得，吼，这但是呢，大概这个量，吼，你来用，吼，这应该伫咱栽培管理内底，啊，就是算已经是一个比较呢。较合理的一个这个量啊，吼，有当时啊，甲落较济啊，到真正啊，真正拢这个型吼，这个其实。好客无通遐尼许啦哈，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讲有诶讲啊加落寡，但是你的土若是无好，你落较侪肥，你若土无家照顾好势，比如讲该甲酸调好势，你无甲调好势，啊结果呢你就是许，即有当时啊的啊即问题就很大吼、哦，所以呢即通常是有即道理吼，啊即马来啊伫伊特别包迄个时阵吼，伊、哦、就着重是即、這个。啊，注重这个钙吼，钙、哦、钙吼、哦，所以迄个时阵呢，你也当啊，该补一撮啊，这个钙吼，伫后面吼，咱用这个四美八钙做后面啊来改啊，这个做后面的这个补充啊，这里这个管理上呢就会特别的好吼、哦，这是这当啊，后来好朋友呢小做者这个参考吼，这底下还当互你小看者安尼吼，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。一个这个情形伫咧吼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道理啦吼，所以我哩小做者这参考者吼，嗯。